我是来自香港的杨家洛。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亲自来台湾去参加比赛，但我也希望我们能透过荧幕，能把我们的音乐带给观众。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支持那么多位演奏者，谢谢。我是本次比赛的参赛选手吴耀磊，非常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进行如此繁重的评审工作，非常的辛苦。也要感谢组委会能够在疫情期间使比赛如期的举办。最后，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这次比赛中尽情的享受，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谢谢。我是樊英宁，非常感谢各位评委老师对我的厚爱，使我十分荣幸入围此次台北市民族器乐大赛。这项比赛自举办以来，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演奏人才与优秀的作曲家和经典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扬。衷心祝愿各位参赛选手取得好成绩，展现出最棒的自己。